才刚洗完澡，妙龄女子就感到头晕想吐，还需要被妈妈搀扶着。是不是卡到音？妈妈赶紧请来通灵国师到家中一探究竟。哎呀，我根本就是一家。感应来感应去，通灵大师一走进厨房就感应到问题出在于装在室内的热水器还有紧闭的窗户，才导致女子出现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根据内政部统计，今年截至十月底，全国一氧化碳中毒已发生16件，一共夺走4人性命，48人受伤。嘉义县消防局为了防治自制逗趣的宣导短片。最近啊，天气变冷啊，温度骤降啊，那我们希望能够拍摄一部诙谐有趣的短片，来呼吁民众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入冬后，民众习惯紧闭门窗，但一氧化碳就如同隐形杀手。安装热水器，除了选用安全品牌，也要装在通风的环境中，并定期检修，才能安全的度过暖冬。